弟兄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今天的圣言选自若望福音16:29-33。门徒对耶稣说，我们相信你是出于天主。耶稣回答说，现在你们相信吗？看，时辰要来，且已来到，你们要被驱散，个人归个人的地方去，留下我独自一个。其实我并不是独自一个，因为有父与我同在。我给你们讲了这一切，好使你们在我内获得平安。你们在世界上遭受窘迫，但放心吧，我已战胜了世界。门徒虽然相信耶稣是出于天主，但是信德并不坚固。耶稣也预言了，当自己被抓去时，门徒们会慌忙逃窜，留下耶稣自己。这一点让我们明白，即使门徒们经常看到耶稣有大能显奇迹，也相信他来自天主，不过他们并没有完全将自己交托给主，相信主会护佑。因为真正的信德是完全的信赖，完全属于主的交付。就如耶稣升天后，门徒们领受圣神，大胆地宣讲，对于他人的磨难和迫害根本不会畏惧，一心只想为主而受苦，好使软弱的自己能配得上属于主的身份。朋友们，我们对主的信德是怎样的呢？只是相信他有大能吗？还是完全的把自己的一切都交付在他的手中呢？如果我们对主的信德有芥菜籽那么大，该多好啊！真正的信德不是畏惧，而是在主内获得平安。因为耶稣并不是独自一个人面对迫害和苦难，有父与他同在。由此我们明白，真正的信仰是让自己完全属于天主，生活在他内。就如耶稣完全生活在父内一样，耶稣常常彻夜祈祷，也教导我们要进入自己的内室，向暗中的父祈祷。借着祈祷，我们完全属于他，与他同在。他会将平安、喜乐放在我们心中，好让我们能够勇敢地面对世界的挑战，从不畏惧，即使面对磨难，也愿意为主而甘心忍受。耶稣也许诺给我们说，你们在世界上遭受窘迫，但放心吧，我已战胜了世界。耶稣让我们放心，不要害怕窘迫，因为他与我们同在。世界的磨难无法夺去心中的平安，因为我们属于主，
在主内获享永远的生命。主耶稣，求你增加我的信心，完全信赖你而生活，把自己完全的交付在你手中。无论我现在需要面对怎样的困难，求你给我勇气，永远不失去在你内的平安。阿门。